我水深火，赶快道歉，要不然我打你！喂，啊，你又系啦，喺我太子饼嘅地头虾里血仔，衰唔衰啲啊？慢慢啦，有你什么事儿啊？赶快给老子滚开，别怪老子对你不客气。哎呀，你个孬兄嚟话！ 当住我太子饼面上，开口就指埋口老子，我哋未知死啊你啊！你知不知道我谁啊？我知你系老鼠。老鼠？我看你是不知道死活。我警告你啊！哎呀，要我，再要我啦！哎呀，哎呀，你我这，哎呀，我这，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！ 几冇用，个个捞送喺我太子饼地头虾女仔喎，俾我一拳一脚，即刻累低。啊，炳叔真系犀利啊！梗系啦，系真系。咁啊，写晒喺这边啊！咩啊？搵边个啊？搵边个啊？写晒喺这边。我太子饼都唔识，嗱，好打你啊，凡你呢啲啊！真系。唉，我就系太子饼啦。移咗太子饼先啦。多。 喂，太子兵啊！你咁捉我？太子兵抓咗就你，大佬，喂，你顾住我，喂，点算啊？喂，太子兵，表心啊！出咩事？出咗咩事？出咗咩事啊？喂，太子兵，表心啊！系啊系啊系啊！太子兵咩？表心？系啊！你叫个斑马，你跟我嚟。 开门，开门啦！咪喐啊！我而家怀疑你绑架，绑架？我喺杀人啊！哎呀，你都你是警察系嘛？拉个花，出去！喂，你咪喐啊！你咪喐啊！你哋咪喐啊！把手枪给我下了！喂喂喂！嗱嗱，我警告你啊！你咁喐我嘅话，我哋牛局长唔会放过你噶。我们只认识毛局长，不认识什么牛局长。喂，你咪喐啊！我好多兄弟噶。 啊！牛局，牛局啊！牛局，牛局，牛局，佢不但止绑架，都太子饼啊！仲站警啊！嗱，乖乖地就放低支枪，猫低，唔系我就开枪噶啦！开枪，看是你们的警察出枪快，还是我们军统的下马枪？关头，我中统你冇，吓鬼啊你！牛局长啊，唔好随便乱噏啫，拉佢，拉佢！哎，龙先生。 出什么事儿了？怎么这么吵啊？哦，有几个警察在闹事儿。哎，你的话还关同证明呢？确切的说，是保密局的啊。怎么着？要不要我们毛局长给你们打个电话，确定一下呢？ 唔使啦，唔使啦，走啦！老公仔，我求下你啦，你帮下我啦，老公仔！你太子饼，哎呀，好嘢唔嘢，嘢容易。哎呀，你知唔知啊？ 佢系关统嘅人嚟噶嘛？呢啲人惹得起噶咩？吓、啊！哎呀，嗱，仲有啊，佢哋依家虽然话改咗名啫，话咩咩保密局、啊，绑票啊、暗杀啊，就系专做嗰啲嘢嚟噶嘛。啊！你太子饼一个平头百姓入咗去嗰度啊！ 正所谓黄鼠上沙滩，唔死得一身散啊！牛局长，我唔理佢咩龙衣龙衫，我净系识得你牛局长噶咋？我知啦，牛局长你喺衰军啊，最大系你噶啦！
求局長啊，我求下你啦，我旨意曬你噶啦，使幾多錢我都肯，只要救到個炳哥出嚟，好唔好啊？錢嘅問題呀，嚇咩問題呀？今次龍二咧過嚟係執行無人房嘅秘密任務噶嘛，一般人想揩埋佢都幾難啊！牛局長，無論如何，你都幫我辦成呢件事啦，唔該你啊！得啦得啦得啦，阿姑啊，南京有一個從廣州調上嘅我嘅熟人，嚇，今晚我打電話你就。盡力想辦法幫你哋疏通疏通，啊！咁啊，咁我指曬你啦，牛局長，唔該曬。龍先生，廣州市警察局西關分局的牛局長求見，說是何處長那邊介紹過來的。不見。龍先生啊，雖說何處長是鄭局長那邊的人，怎麼說也是上司，我看該給面子還是要。面子是互相給的。戴老板出事以后，是毛局长委屈自己，让郑介民当的正职啊。郑介民他心知肚明，我们跟他们一向是井水不犯河水，姓何的他只不过是郑介民手下的一个小卒，居然敢插手管我们的事，不自量力！不行，是。我去吧，回去回吧。我们龙先生没空见你们，你帮我没用的，你们回去吧，回去吧，我们龙先生忙，走，回去吧，回去回吧，我们龙先生没空见你们，你帮我没用的，你们回去吧，回去吧，我们龙先生忙，走吧，走吧，走吧，说了不见了。请进。龙先生，搞药，搞药。这个是何处长托我拿来的信。坐吧，坐坐坐。牛局长大驾光临，不知有何贵干呢？应该的，应该的。龙先生不远千里嚟广州公干，我哋作为东道主，理应上门打个招呼嘅。少少礼物，不成敬意。牛局长，太客气了吧？应该嘅，应该嘅，系啦。请问龙先生，毛局长老人家身体健康？啊？小姑娘，你怎么老站着？坐下，我这又不是公堂，别那么害怕。啊，唔系嘅，唔系嘅，龙先生，我呢个女咧未见过世面，唔懂礼貌嘅，你有怪莫怪喎。龙先生，唔怕你笑话，我哋西关嗰啲妹仔咧，个个都娇气怕丑，小家碧玉，系嘛？呢个唔似呢啲大城市啲摩登小姐。落落大方，见得场面啊嘛！没有啊，我觉得这样特别有味道。哎，牛局长啊，你还没介绍这二位是？哦，哎呀，真是失礼失礼。呢两个咧就系嚟向你赔罪嘅。呢位叫八姑，呢个系佢个女叫阿香。哦，就系嗰日冒犯你嗰个太子炳嘅佢嘅家属啊嘛。系啊，龙先生啊，我嗰日我老公咧饮大咗酒，唔系专登冒犯你噶，求你高抬贵手啦。睇在我哋两个孤儿寡母份上，你放过佢一马啦。而家时势咁乱，冇咗佢，我哋真系唔掂当噶。龙先生，龙先生，我求你放过我炳叔啦，我同你叩头啦。哎，这是干什么？快起来，起来。坐下，坐下。太子饼？哪个太子饼啊？我怎么一点印象也没有？龙先生，
太子丙酒后伤人，理应惩罚，罪有应得。只不过希望你能够睇在佢哋孤女寡母嘅份上，能唔能够法外开恩，能唔能够用另一种方式帮佢赎罪啦？牛局长，你们搞错了吧？我没听说手下说过这人呢。唔係噃，我啲手下話親眼見到你啲手下帶走太子丙噶噃。哦，那我查一下吧。咁好，咁好。牛局长，本人今天有事，恕不奉陪。宋客，请。